快本超系列中本期演员林彦俊、王子异。你见过慢热高冷的林彦俊，但你见过这样的他吗？请抢答。绝对的抢答王者，绝对的游戏黑洞。什么？太精彩了，这一组太精彩了。世界还在吗？是什么让嘉哥笑到停不下来？王子异带着他的口罩舞帅气来袭。还有海量独播花絮等你来看。看女生的第一眼，脸或者眼睛吧。那你跟女生最好的瞬间是？我选一吧。害怕的时候抓住我的胳膊，我就是那种可能有保护欲的那种男生。对。首先声明一下，我不是老师，我是班长。老师好，老师好。不是老师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插班生，我叫林彦俊，你好。两位同学平时在学校里面喜欢参加什么样的文艺活动？我其实小时候完全接触不了跳舞，对，因为我有一个先天性的残疾。就是我的筋特别的硬，筋特别的硬。哎，我也是，我也有。我说我们班筋最硬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没输过，我可以就是这样。然后我最高极限。好。哇，那是有点。哎，这怎么可能有我硬呢？我极限了。后来进了行业，所以要练习跳舞，所以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吗？我就研发了一套我自己精硬的跳法。但是看起来是一样的。对，比如说一些可能要弯的时候，你就用表情去代替，怎么用脸弯可以代表身体弯？比如说像这种好了。嗯，软的人可能就很这个涛涛可以展示一下软的，可以软到什么地步？软的来走。哦，超软。哎呀，哎呀。那彦俊你怎么软呢？你用脸怎么软？我的筋特别的硬，筋特别的硬。我们要请林彦俊来表演自己的才艺，好不好？
卡住了。疫情期间没有这么大的活动过，对不对？林彦俊同学，你现在想要跟现场的哪一位同学做同桌呢？我选择他都不会过来的。你看你看，哇，不要小看任何人。那个彦俊等一下，彦俊是好，现在涛涛有一点点小尴尬。你是准备坐到那个空的座位上，还是在现场找一个同学来跟你一起坐？我想回家再把那个寒假作业再复习一下。涛哥，涛哥，来来来来。我觉得这样，我现在这因为那个延续还是把这个位置帮我挪到这儿了。对，我想在这儿寻求一遍自己的发展。好的，每一个同桌可以给自己起一个同桌名啊，你们的桌名。欣欣同学和林彦俊同学，你们叫？我们叫心有灵犀组合。哇，正好把名字都放进去了。开学喽！我喜欢金牛，一圈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才能来做运动。动动手呀，动动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学爷爷唱唱跳跳，你才可以。对，浩飞你坐前面，彦俊坐在欣欣前面。对，下面这个环节就是考验大家的默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各位请上场。我俩是不是到那边？到那边，再到那边是吧？好的，我们现场呢会有五组的同桌，大屏幕给出一些声母要进行组词，一个人用自己的肢体来表达这个词，另外一个呢要猜出这个词，猜对了就记一分。这个呢我们由彭彭来决定过不过关，大家可以不断的抢答，好不好？看哪一组答对的这个次数多。来，请看第一组的声母。好，来准备，请抢答。好，来这边，哇，笑起来真好看的朋友，准备，请抢答。好，来回家，回家请验。来，请抢答。好，来过去前，请抢答。好，又是三号台。好，来准备，请抢答。好，来这边。好，林彦俊，进门换了鞋，然后坐下吃东西看电视，然后滑手机，这是在这是怎么之后可以做的事情？
喂喂，欣姐，你还在吗？欣姐，喂，你如果再不答，其他人答出来，我就算其他人对了。你再短一点，短就是密集一点，密集一点。哦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回家。一个漫长的表演，一个一点都不意外的回答，这个过吗？过，我觉得李彦俊演得很辛苦。为什么？我对，我在想这么长了是吗？对，我在想到底是哪一个？你在演哪一个啊？是状态。哦，状态。啊，我们来看第二轮，来请看，准备。请抢答答，好 ，OK， 来，林彦俊，好好演啊，好好演。胸有成竹，上来了。魔方。没错，魔方，没错，魔方。刚才哪个动作是魔方？你说，就是你从前面开始，这个是，这怎么？对，魔方是这么拿的是吧？魔方这么拿，调它，调魔方，这么调魔方，对，修这么调，修理。对，哈利波特 magic 那个，对，那叫魔法，魔方，他演的是修理魔方啊，修理。哎，这样在鹏鹏这过不过？我用我的花尖。我们还要演吗？你还有吗？我没有，你演吧，我来猜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一个机会啊，看谁能抢到啊！大家手放到上面来，请抢到。OK， 好，林彦俊和欣欣来了，我来演啊。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。很形象，真的很形象的。我知道，我懂了，啊，我懂了。你拆开想，第一个人。马房。对。对。不是磨坊吗？你肯定说的是磨坊吧？马房，这个马每天要锻炼。他在这里要锻炼，这个马每天要锻炼。太对，我就是也想演马房的，马需要家。可是鹏鹏觉得你们演的是磨坊，到底过还是不过？没过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准备，三、二，准备，起。好，来，最后一局啊，最后一题，来，第三题，请看。太好了，来啊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这么快，啊！我天哪！打他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动他！滚他！这是哪儿？腿。什么腿？腿。什么腿？大腿。报告主持人。大腿呀！这份要嫁给我们。大腿呀！那你就嫁。海涛哥，你说对吗？欣姐，浩飞说这算对吗？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，我觉得林彦俊同学，我觉得加一分吧，因为太不容易了。你说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个三二一，好，你们抢到了，你看我啊，你看我啊。
这个过程。再一次，不好意思。就我一开始是这样，一开始很端庄，然后我突然就开始。那第一个字是这样的，哎，第二个字是瞪他，哎，瞪他，是。再们再踊跃一点，你们想想真的，你们俩真的是谁也不了解谁，谁也不理解谁。太精彩了，这一组太精彩了。你们也不懂吗？动图，动图 GIF 就是从 GPG 到那个 GIF， 不怪你，真的不怪你，孩子不怪你。不对吗？不对吗？很难猜吗？来，3、2、1，走，漂亮！哎呀，这个特别简单。我秒懂你，来吧。电竞哦，电电通电，说好的秒懂呢？没电明白，快！哎呀，这个叫什么？电什么？电。他就是在打游戏。再多给一点。那个叫比撸啊撸还早的一个。Dota。对。Dota。这是个英文，刀塔。这个我先、啊，但我说对了，刀塔，对，刀塔，太松了，哎，我觉得太松了，英文都出来了。啊，这边还没有呢啊，来，3、2、1，娜姐来，你来，你相信自己。还相信我呢？给你这么大一个舞台，你非得推我？这么大的舞台，这是朕的江山。来，准备开始，这就开始了。嗯。哇！大跳！哈哈哈哈！不行！冰冰那个眼神不可能。我硬呀！你只能说是点脚啊。我们精英的人没办法。一定不是这个。我精英，你弄个最大的跳。但一二三。他已经不要这么难为我。过了。这不是大跳，这是断腿。他尽力了。编剧，我们来聊一下你学生时代的一些事情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在学生时代有没有自己的偶像？我的偶像是科比，篮球员。对。为什么是科比呢？在于我青春时期的这么一个老师的一个感觉。然后从他的每一次球赛，然后每一场得分，每一个事迹，都觉得跟他一起经历了很多，然后非常感同身受。后来我才理解，好像那个就是偶像。偶像对于我来讲，可能就是跟大家一起成长，一起陪伴的那个感觉。对。那学生时代有没有非常想感谢的一个人？学生时代特别想感谢的是，应该是我小学二年级升三年级教我简体字的一个语文老师，感激他，然后也非常感谢他能够带我来认识这个一个文化的感觉。嗯。那如果假设这个老师能够看到你的这段话，你会用一段怎样的话跟他说一下呢？就是谢谢。好的。我们前面会给你加一个内容，就是里面会说，哎呀，我最近发现原来我在魔术这方面还有点造诣啊。然后今天我给大家露一手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大变帅哥，大变活人。然后就是这个内容，然后你就把这个，然后躲在下面就好了。OK。会有一个小圈圈。OK。然后这样，然后它是要放在桌子上的吗？它是要这样的吗？
然后我人在。来不及。就是你眼看这边，就是你下去之后不要看地板，看这里好吗？OK。好，试一下。啊，来，是的。来，我们就是。我觉得那个影片，我觉得那个影片的精髓是在于他的墨镜，在于他的墨镜。墨镜，有他的那种墨镜吗？墨镜，我们家帅气。来吧，最近发现了我在魔术上有一点造诣，今天为大家表演一个大变活人。最近发现我在魔术上挺有造诣的，今天为大家表演一个大变活人，什么都没有。有请我的好朋友王子毅来啦。子毅来了。这段时间过了，他还瘦了啊！整个人更加玉树临风。你出来是来气那个凌潇肃的吗？凌潇肃胖了12斤，听说。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一群美丽的白衣天使，他们都来自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。然后和他们一起这段舞蹈呢，我其实蛮紧张的，因为从来没有跳过这种舞蹈，请大家期待一下。并且会在这个既俏皮又可爱的这个舞蹈中，我们会有很多的知识在传递给大家，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。表演的好像是打喷嚏的正确的方式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就是打喷嚏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捂起来。如果我捂不了这么帅，可以吗？必须要这么帅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子毅今天跟你们表演，他整个人的份儿都变了，你知道吗？平常他出来是这样走的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毅。王子毅 represent represent all day every day。今天是这样的，刚才我从背面看，我说娜娜，你觉不觉得子毅今天怪怪的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有一种绑住自己不要乱扭。就承认一笑倾城，一见倾城。
娇艳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哦，我喜欢子怡这样的，啊！站过去。那请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，为什么子怡是你很欣赏的？首先，她的身高够了，然后唱歌又好听。怎么身高不够，这句第一环节都过不了吗？然后呢？第二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跳舞跳得特别好。是的，有才华。中医的角度讲嘛，然后跳舞它是有一句话是说舞蹈一样血脉，跳舞可以通经活络，然后行气活血啊，它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任意门答题大比拼，每队每次是派三个人，只有冲过队的任意门的第一位才有资格答题，而正确答案呢就掌握在我们四大守护者联盟那儿。首先我想问一下这边粉嘟嘟的朋友们，你们前三位派谁？粉嘟嘟的朋友们前 1,2,3。 你说子怡、金汉和酵素是吗？绝对赢啊，这三位，这三位连成一线就有这个录影棚那么高了。你就派你们这边最厉害的。动动了那个涛涛，好好，请上场。开始了，准备音乐，大家跳起来。请注意，四号，四号，四号，哇，子怡，子怡，还没开始呢呀，怎么就结束了？红粉队是这样，他行动比较敏捷，让他去钻，然后我和哥去防着别人。好，那来子怡来到这边来，下面是要答题，因为得分了，这不是一个体力项目。子怡，你别冲出去了，没答对啊。好，请看第一题，来，请问以下哪种方式可以预防流感 ？A. 保持通风 ，B. 家里熏醋 ，C. 喝抗病毒冲剂 ，D.补充维生素 C。 其实我家里面都试过，家里都试过对不对？但你觉得哪个是最正确的？维生素 C 它是可以抗氧化，然后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，就是抗感冒或者什么样，喝泡腾片什么的。通风的话其实 A 我觉得应该是 C 吧。好 ，C， 回答不对，换白队来答。A， 我们请华西医院的老师来解答。正确答案就是 A， 保持通风。首先，保持通风是现在真正的确定的是有效能够预防流感的，它可以降低我们密闭环境里的这个病毒的浓度。家里熏醋，我不知道多少人用过这个方法。王子玉用过，他刚刚跟我说他用过。家用的醋它的酸度是不够的，抗病毒冲剂确实在有一些伤风感冒上是有效的，但是作为预防的话，正确的就是是药三分毒。维生素 C 它确实有抗氧化还有增加胶原蛋白的这个补充的这样一个作用，但事实上维生素 C 并没有这个预防流感的作用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好，王子怡的个性是什么？老师从这幅画来，他画了好多棵树，而且他这个房子有点联排别墅的感觉。
而且他匆忙在逃离他的别墅。那么这幅画呢特别有意思，他把房子画得很大，对吧？而且还画了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只在最顶楼有个窗户。然后呢，他那个门还是双扇门，因为从门来看的话，他是很希望得到自己的一个有伴侣、恋人的一个关系。并且他旁边的树，我看上去应该是两棵树呢，还是三棵树？三棵，三棵，三棵，一家三口，其乐融融。另外，他把个人画得比较小了，所以他其实自信心方面可能会有些不足。好，谢谢，辛苦大家。嗯，好。眼睛。去跟镜头互动或者什么的时候，我都很喜欢用眼睛去传递我的感觉。嗯，嘴巴，因为不太会讲笑话，同时比较少说话。My first kiss went a little like this.看女生的第一眼，脸或者眼睛吧。对。那你觉得女生最可爱的瞬间是？嗯，睡到中下时，三十几个动作；二，生气时的动作；三，开心时的动作；四，被你惹的笑话逗得我得笑；五，傻笑时对方的脸色。我觉得都挺可爱的，我选一吧。害怕的时候抓住我的胳膊，我就是那种可能有保护欲的那种男生。对，这种我可能有点，就是有点。生气了，两个人都生气了嘛，那就先彼此都冷静一下，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跟他去聊天谈心，把这个事情说开。打游戏吗？转移注意力吧，但是我平时可能比较少打游戏，可能会运动或者什么。三个最 man 的造型。快本超级夜中下线演员朱正廷、黄明昊。朱正廷又带来迷惑行为，现场玩转 disco。哦，这个好，有个分割线。我看到指挥绝望的眼神。你们用自己的节奏完整整齐的唱完了这首歌，跟伴奏毫无关系。朱正廷比赛秀长腿，展现惊人柔韧度。看他柔韧性，你看他的腿，哇哇 哇, 哇, 哇！更有黄明昊脑洞大开，化身编剧达人，真正的风情万种的谢老板走了出来。接下课突然感到一阵心动啊，凌乱了，深情种种的对他唱：今夜星光闪闪，我爱你的心满满。还有超多幕后花絮持续放送。你有猜过你自己给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？很多人说我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冷。你能模仿一下他跟你说话的口吻吗？正廷啊，你觉得是不是还没睡够？朋友聚会，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？今天四个去你心里。记得锁定每周中午12点，快奔超市夜中